好吗？我指的是前几天的事。我没事。是这样，我真的非常谢谢你，那天来帮了我。没关系。其实我妈在我12岁的时候就过世了，她在下雨天时开车出车祸。从那个时候我就不想在下雨的夜晚开车，会让我感到失去的痛苦。但其实那天那样的感觉已经消失很久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又回来了。无论如何都要谢谢你。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像个老头子一样回忆往事。喂，你看这个。在曼谷看不到这样的夜色，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把所有星星都带回曼谷，在曼谷一颗星星都看不到。我还以为你已经变得不再是过去的你了，以为曾经温柔的胖胖卡文已经永远消失了。是从前的你。如果那天我选择不隐瞒你，现在我们应该可以尽情的欢笑，我也可以随时帮助你。如果哪天我能告诉你真相，应该是像今天这样的时候，我告诉你我是你的朋友帕洛帕林的时候。副主编，你知道吗？我曾经一直相信过去美好的记忆只是留着慢慢回忆就应该觉得很幸福了，但是现在我却觉得也许并非总是那样的。帕拉佩林，你到底想要告诉我什么？其实，我其实我其实我。我是妹妹，你是不是赖掉了我的火锅？大哥，你怎么又来了？嗯，看看这声音像是要耍赖的人。嗯，听，我帕洛派林答应我这位全世界最帅、哎、你还录音啊？最有人道主义精神、最帅气的哥哥3个要求。大哥，你骑摩托车从曼谷到这里只是为了让我请你吃顿火锅？没错。哎，你疯了吧、大哥，如果在路上出了什么事怎么办？很危险，你知不知道？确实也是，但我想过了，分析过了，
吃一顿免费的晚餐比骑车过来更值得。你疯了吧？你智障，脑子有病啊！我没见过像你这么疯的人。也许是因为帕拉小姐派你来帮助我们，因为梅梅和科诺都不在，所以就派杜拉过来。没错，没错，说的没错。万，你应该像这样想，像大哥我这样的人也可以成为英雄，不是动不动就只有吃的，那不酷，明白吗？我不管，不过，总之你都白跑一趟了，因为我和副主编已经完事儿了。万，坏女人，对你太失望了。大哥，你在想什么？讨厌！我的意思是，我们已经完成工作了。嗯，知道了。既然我们三个都完成工作了，对吧？而且我也非常累了，我们去吃饭、喝酒、睡觉吧。大哥。今晚我就先失陪了，明天我要早起看日出。行。那我先走了。不行，我们两个一起去吃晚餐，我们一起去吃火锅。不吃，我太饱了，好困。我骑了那么久的车，不用演戏了，一起去，走。你放开我。我改变主意了。老板，要去做什么？吃饭、喝酒、睡觉都可以，走，一起去，走吧。副主编，那边。